伯母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去你家找你们，胡师傅说你们在这儿，我知道你们家出事了，可是这也太……你出去，你出去，你给我出去！宜家，宜家，你出去，不要在这猫哭耗子假慈悲。宜家，这不就是你想要的结果吗？ 卢长生被你抢走了，我哥也进了监狱，这下你可以名正言顺的甩了他，连借口都不用找了，不是吗？宜家，你说什么呢？装，好天真，好无辜啊！卢长生就是这样被你骗到的吧？我哥到底是怎么进去的？是不是你一手策划的？你们两个到底还有多少阴谋诡计，能不能一次性的甩过来，不要再这样凌迟我们一家人的心？宜家，不是你说……我不要听你解释，你出去。 你给我出去！哎，出去！走投无路的黄鸿儒，为了救儿子黄天雄，做出了一个万般无奈的决定，要卖掉谭家废墟。天雄老弟啊！ 实话跟你说吧，上边派我过来，就是已经调查过一轮了，都是自己兄弟，没有八成的把握，不会难为自己人的。你呀，还是实话实说，免得受皮肉之苦啊。谢处长，咱们都是干警察的，你不用拿什么皮肉之苦来吓唬我。再说了，你让我说什么？ 啊！我都不明白我为什么会坐在这儿。我跟杨三杀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他之所以逃跑，完全是民团的那些人开守不力造成的。不是杨三杀，是铁头。是铁头假扮杨三杀，纠结了一帮土匪盘踞在天禄山，骚扰过往的客商和百姓。可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啊！ 第二，你本人也被他绑架了，为什么毫发无损的给送回来了？第二，你本人也被他绑架了，也平安无事下了山。第三，张景辉的西医馆毒杀案又是怎么回事？什么毒杀案？好，别着急，一条一条来。先说你妹妹。我妹妹是我阿爸花5000大洋赎回来的，他们收钱放人，这怎么了？有什么奇怪的吗？可是我听说，这伙土匪。 在天禄山盘踞了3年，从未绑架过女人。而且我听说，你妹妹是被一个叫卢长胜的男人从郊外捡回来的，根本不是用大洋赎回来的。我说的对吗？不对，那是他们交接上出现差错了。我妹妹就是我阿爸花钱赎回来的。好，第二条。 你在天禄山那么多天，他们对你做了些什么？拷打、
训问、折磨，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呢？那是因为铁头跟我有仇，他这是在报复我。我看你毫发无损，但他们对你的下手似乎很温柔啊。我还毫发无损啊？我手指都被他们剁下去一截，他们还温柔。再说了，他们想拿我去换回枪栓，怎么可能让我的性命出现问题呢？哎。 你说到重点了。那批枪是民团卖来自用的，你是私自出击，把他们的枪缴了。啊，这先不说，你缴了他们的枪以后，为什么不回到警察局呢？而是把队伍拉到了荒郊野外去呢？我想去试一试那些快枪，然后。 不偏不倚的，拉到土匪的包围圈里。那是个意外。你不知道那个地方经常出事吗？谢处长，我带着全警局所有的弟兄，而且每一个人都有枪，我们押运的又是更快的枪。好，姑且这么说。你十分巧合的把枪支送到了包围圈。你又十分巧合的。 躲到僻静的地方撒尿，正好撒到埋伏在那儿的土匪头上，然后你被劫持上了车，又十分巧合地躲过了警察的追捕，然后被劫持上了山。好，现在又说到重点了，土匪下山抢了枪栓。 却意外的被卢长胜带领的民团端了老巢。卢长胜带着摔得半死的铁头，到镇上住院治疗。你带人去了吧？对呀，我是个警长，抓到土匪理应来由我处理，我去有什么奇怪的呀？嗯，你到那儿发生了什么？ 我发现杨三杀是铁头假扮的呀，然后呢？然后我想把他带走，卢长胜不让。等后来我带着警局的弟兄们再去抓人的时候，发现他已经跑了。那中间又发生了什么？我怎么知道啊？好，让我来告诉你。那天你在医院门口碰见经常给病人送饭的云吞仔，你把一盒烧鹅饭交给他。 谎称是卢长胜托人送给他的，让他交给护士，护士把这烧鹅饭喂给了铁头吃。很快，铁头就出现严重的中毒症状。如果当时铁头不是在医院抢救及时的话，他就会立即毙命。你说什么呢？你别着急。 我想问你，云吞仔的死到底是在你的计划中，还是意外？我猜呀，凭你的脑子，应该不是靠天吃饭。你这是血口喷人！少爷，黄老板来了。哟。 黄伯父，快请坐。禀哥，给黄伯父倒杯茶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坐。伯父，这么晚找我，有什么事吗？啊，长生，我记得你跟我说过，有人想买谭家这块废墟。是啊，是我一个朋友看中那块地，想建一个电厂。建电厂？建别的不行吗？这个。 那块地可是凶宅啊！哎，不管他建什么了，你可以跟那个买主说，这块地的地契啊，在我的手上，你让那买主来直接找我。黄伯父，这是想通了？哎呀，你有所不知啊，他们把我儿子给定了死罪呀、啊，不知道。 是谁在整我们家？
哎呀，我现在是一无所有，只能卖谭家这块老宅，拿这个钱去买我儿子的命。哎呀，我想谭老爷的在天之灵也应该能理解啊。长生啊，你跟那个买主说让他来找我啊，我先走了。报告。进来。你找我有事啊？是的，谢处长，我有事情，我又向你坦白。坦白？坦白什么？是关于黄天雄通匪的事情。天雄的事怎么样了？怎么了？天雄的事情非常的麻烦。你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天雄通匪的案子基本上已经定案，要是走正常程序基本上没可能。那怎么办啊？我昨天就找过黄伯父了，他已经卖掉了谭家废墟，筹掉了一笔钱，已经去省城找人去了。黄伯父一个人，他那么大岁数了，你怎么能让他一个人去呢？不行，我得跟他去。晚了，他已经上路了。什么？天雄老弟啊，怎么样，都想好了吧？咱们是不是在这儿都解决了，免得回到省里再费周折？那边啊，你认不认，结果都是一样的。那你又何必再受皮肉之苦呢？我没有通匪，你让我说什么呀？你这是在为难我。你这是在为难你自己呀，谢处长。你说我通匪是栽赃陷害，你一没证据，二没证人，我要是不承认，你拿我有什么办法？你好，通匪的事我的确需要调查清楚，但是你徇私枉法却是铁证如山。少爷，我已经全面的排查了全镇，当年只有古庭轩购买了一辆用来拉货的卡车，但仅仅只用了两个月时间就被古一德这小子偷偷拿去卖了，还了赌账。为这事，古庭轩气得大病了一场，差点没和这小子断绝父子关系。他没雇别的司机吗？没有，是他的仆人梁阿南开的。这么说，镇上懂汽车原理的只有这个叫林阿南呢？你的意思是怀疑梁阿南在我们的汽车上做了手脚？可他是古家的中仆啊，为什么要对我们下黑手呢？
是啊，为什么？副队长，有什么事吗？谷老爷，实在是不好意思了。关于你们谷家贩卖烟土的事情，这上峰责令还要再调查一下。所以啊，这责任大于交情，得委屈你一下，跟我们走一趟。带走。是。不必了。我可不像你们这些卑鄙小人。这任济堂贩卖烟土一案，这幕后的主使者就是他谷老爷。我劝你闪开一点，别妨碍我们执行公务了。胡说八道！我们老爷才不会干这种事情呢。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，不是你干的，你跟他们说不是你干的，是安文。西梅，你先放开。放开！想要打动我们家老爷，先打动我吧。打动我吧。西梅。放开，民不和官斗。嗯，静文，你去找龙昌盛，让他想办法。嗯，老爷，啊，您是黄先生吗？啊，对对对，啊，请问二位哪位是王律师啊？王律师不在，今天下午开庭，让我们俩啊在这等您呢。啊，我是瑞记商行卢长盛卢老板介绍来的。我们知道，要不然我们也不会在这儿等你。啊，请坐。我儿子的事儿，你们都知道了吧？他绝对是被冤枉的呀。知道了。钱带来了吗？带来了。啊，你们真能把我儿子救出来？王律师要是救不出来，神仙来了也不管用啊。我儿子可定的是通匪罪啊。要是普通的罪名，他也值不了这么多钱，不是？你办还是不办呀？王律师等着回信呢。这件事情要不是看在卢老板为你求情的份上，你给我们多少钱，我们都不愿意来。这样，您要是没想好，回家再跟家里人商量商量。毕竟这事儿我们也没有百分百的保证，别万一不成，到了你人财两空的时候，你反咬我们一口。王律师可是省城有名的大律师，不想因为这点事儿毁了自己的名声。办办办，办。这里边的规矩啊，我懂。办成办不成，都不会牵扯到王律师。你们二位。到时候帮我，一定要转告王律师，让他想尽一切办法，把我儿子给救出来。啊，拜。那好，那您回去，有什么消息我通知你。
那个按规矩的话，你们收到钱了以后，是不是应该给我一个凭证啊？早就给您准备好了。你啊，你是楼洛阳介绍的朋友，楼洛阳跟我们王律师的交情可不是一般的交情，你啊就放一百个心回去吧。好，那我就先回去了，我先谢谢二位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我走了。常胜。怎么了，景文？我阿爸被警察抓了。出什么事了？何队长说我阿爸倒卖烟土，可那不是真的。天雄都查清楚了，是那个阿南背着我阿爸干的。现在天雄在监狱里，没有人替我阿爸说话。景文，你先别着急，我去打听一下，看到底出了什么事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怎么突然之间，我身边发生了那么多的事儿？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，连累了大家？静文，这怎么能是你的错呢？那就是一定有人在使坏，陷害我们。这个人到底是谁？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静文，你先别瞎想了，先回去好好休息。这不是有我在的吗？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来了，老板。哎，赶紧吃点什么？来两碗馄饨。好嘞，您喝点水。哎呀，这个黄鸿儒啊，我还以为是只老狐狸，谁知道也是个笨蛋，三言两语，这钱就拿过来了。哎，老板，您的馄饨，哎，慢用。这算什么呢？这个卢老板可不简单，知道顾记海鲜怎么倒闭的吗？不知道，怎么倒闭的？这是他设的局啊。张律师，哎，黄老板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们俩刚才在吃饭的时候说的什么？没有啊。我告诉你，要不老实交代，你们跟卢长胜是怎么合谋害我的，老子今天就剁了你！我说，这件事必须得尽快解决。谢处长在这耽搁的时间越长，查到的东西就越多。古天轩可没那么清白，必须得尽快把他弄出来。那你说怎么办？要想让警察厅的审讯有所突破，必须给黄天雄再下一剂猛药。这件事情交给我吧，我已经做好赴死的准备了。你可不能死，我们都得好好的活着，看着恶人的下场。铁头，只好先委屈你一下，受点皮肉之苦了。这衣服呀，要系好，看你的扣，看你的扣，好好看看。哟，卢老板，你怎么来了？找你们谢处长谈点事。有事儿啊？要不你先跟我说说。我知道他在查一个大案子，给他提供点线索，得当面跟他说。哦，那你等一下啊。谢处长，卢老板来了。哎呦，卢老板，你怎么来了啊？来，请坐。啊，请。哎呀，久闻卢老板是海归当中的商业俊才。哎，对了，卢老板对我正在查办的黄天雄通匪的案子有何见解啊？我知道匪徒铁头在哪儿，
真的？他在哪儿？您别着急。确切的说，我不是来跟你提供线索的。那你来干什么？我来跟你做交易的。你拿我谢某人当什么人了？这钱是个折磨人的东西，你可以视而不见，但是它无时无刻不出现在你的心里，对吧？你想交易什么？我帮你抓到铁头，你放了古廷轩。这个陆长生，他来干嘛呀？宜家，哎，宜家，快来呀，帮妈捶捶。哎，阿妈，这就来。我可以把这些作为独资来收缴。你办不到，这不是古廷轩的钱，就算你收缴了，也进不了你的腰包。你为什么要救他？因为他是我未来的岳父。这事关我的前程。黄天雄通匪的案子要是坐实了，你的前程就已经够远大了。一个徇私枉法的小小罪名，不至于让他掉两次脑袋。我多带一个毒枭回去，就又不同了。你太高看古廷轩了，他不过是一个没落的中药方老板，他要是有那么深的背景，他还用得着我来救他吗？好吧，前程固然重要，折现也需要时间。我收下了。我什么时候领？铁头在我面前的时候。宜家，宜家，快来呀，帮妈捶捶。阿妈来了。坐了一天了，腿都麻了，给妈好好捶捶啊。阿妈，阿爸都去省城好几天了，怎么还没有回来啊？没事，我天天啊都在求菩萨保佑你哥哥和你爸，他们会没事的，会平安无事。待会儿啊，我再求一下上帝和圣母玛利亚啊。阿妈，龙多害，人多乱，神仙多了怕也是不显灵的呀。阿妈，我想去找找阿爸，你自己可以照顾自己吗？宜家，你要丢下妈妈？宜家，你可不能这样啊，现在妈只有你一个人可以指望了，你可不能甩手再走了呀。好了好了，阿妈，我不走。您别哭了，我不走了，我们再等等阿爸好吗？再等等。
何队长，有什么可以为您效劳的吗？这是省厅来的谢处长，今儿到你们这儿来，是有公务要办的。哦，谢处长好，什么情况呀？哟，何队长，这发生什么事情了？这么兴师动众的呀？啊，这位是省厅来的谢处长。谢处长，有失远。哎哎哎，还寒暄什么？你就敢保证这里没有人给犯人通风报信吗？ 下手真那么狠啊！哎呀，带走，走，走。哎，被抓的这小子，真的是陆老板的朋友啊？好像是。 叫什么名字？没名，孤儿。大家都叫我铁头。你知道为什么抓你吗？知道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是土匪。你为什么要上山？是我们家少爷安排。你们家少爷？ 叫什么名字？黄天雄。他为什么安排你上天禄山？因为打家劫舍比做官要来钱快。他在山下做警长，我在山上做土匪，抢来的钱五五分成。他做我的保护伞。嗯，那你为什么要劫持黄一家上山呢？ 那是我手下的兄弟不清楚情况，把他误解到了山上，然后我就叫人派他送了回家了。那是黄家用5000块大洋把他赎回去的，还是你白送回去的？5000块钱大洋只是为了掩人耳目，平白无故把人送回去，怕别人怀疑。那劫持民团的枪支呢？ 是谁的主意？是黄天雄的主意。他收缴了民团的枪支以后，以失联的名义拉到了郊外。我事先埋伏好，以劫持他的名义把这批枪抢到了山上。本来当天应该把他送回去的，可是我们发现这批枪都没有枪栓。于是他就想到了一个主意，让我用他的性命去交换这批枪栓。 那你为什么把这些都告诉我？因为他要杀人灭口。他是怎么做的？我的山寨被刘长胜端掉以后，他就以为我死了。
后来卢长胜把我带回了镇上，他就想要把我带走。可是卢长胜没有同意，他把我供出来，就派人在暗地里给我下毒。我害怕了，就连夜逃跑。黄天雄的犯罪线索都是我提供的，他一天不复发，我就一天不安全。 你都离开开平了，怎么又回来了？我听说你们把他抓了，我是想来确认一下这到底是不是真的。可没想到，撞见卢长胜，他假意请我吃饭，其实暗地里给你们通风报信。真不应该相信这个王八蛋的话。好了。 我要问的都问完了，把他带走。等等，我会死吗？这个要回到省里才知道。不过，你不是主谋，我会把你指证黄天雄的功劳汇报给上峰。到时候啊，就看你的造化了。横竖都是一刀。 死在这里，也比在外边让黄天雄害死强。把他带走，走吧。罗少爷，谢谢你了。不用客气，伯父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阿南，辛苦了。老爷。 铁头，你也有今天。何局长，快呀，带我去见谢处长。你们已经抓住铁头了啊，这就可以证明我是被冤枉的呀。黄连长，你就别喊了，没用的。怎么没有用啊？都已经把铁头抓住了，还证明不了我的清白吗？这铁头也得全招了才行呀。怎么的？ 铁头他没招吗？你为什么要上山？是我们家少爷。你们家少爷叫什么名字？黄天雄。铁头，铁头，你个人渣！你血口喷人，你！我要跟你对质！你起来！ 起来！阿爸，阿爸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我担心死了，怎么样，哥哥有救了吗？他已经被押送到省城去了。什么？被押到省城了？嗯。阿爸，老爷。 没事儿，没事儿。谢谢你，长胜。哎，你进屋坐会儿吧，我给你弄点吃的。我还有事情要办，等我忙完再过来找你。长胜，进屋喝杯茶吧。不了，伯母，先让伯父好好休息吧，回头我再来看你们。那我先走了。嗯。 老爷，他不是破产了吗？怎么又开起小汽车来了？好像挺阔的样子。卢长胜，卢长胜，你这个王八蛋，给我下来！滚滚滚，没你们事儿。卢长胜，你凭什么要住这些小井海里的证儿？你给我下来！
我不信！哎，黄老爷，你这怎么了？你还问我咋办了？我又问你们怎么了？为什么赶紧去省店挨里的证？哎，黄老爷，你把这房子给我交下来！少爷他不在啊，不在，不在了，去哪了？他去省城了。我不信！哎，卢长生，你个混蛋！黄老爷，不信！谭老爷，我对不住你，我无能啊。 再回首已是百年，再回。